我颠覆世界的眼光，义无反顾的闯。彩色灯光是我唯一的方向。我会天天唱歌，因为在温柔手中。青春的翅膀。
在场所有的家长们也心疼我的孩子会跌跌撞撞，因为在赛季师长的指导下，孩子们已经学会翱翔，颠覆世界的眼光，义无反顾的闯，彩色巅峰会是孩子们唯一的方向。